见过上柱国。杨太帅，上柱国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反正等了也是等着，打着玩呗。正三品，你打着玩儿啊？他挺勇敢的。上柱国，陛下身体有恙，暂时见不了上柱国。啊，那你陪我走一段呗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啊啊，杨太岁，嘿，你说啊，你这个杨太岁啊，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这一伴就好几十年，你说你再活这个二三十年，你就可以辅佐三朝的元老了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师了。